接着我们就要做整理，把我们前面学的锌铜电池做一些整理。第一个问题，锌铜电池谁是正极，谁是负极？锌铜电池谁正极，谁负极 ？7号，谁是正极，谁是负极？快点啊，很简单啊。5、4、3、2、1，锌是还是负极，铜板是正极，请坐。然后问你正极半反应，然后待会有负极半反应，你用嘴巴念给我听，正极半反应是什么？正极就是铜那边的叫做正极，正极半反应。我们找一位帅哥男叫做，没有，29。29号，正极半反应，10、9、8、7、6 ZN 加乘 ZN， 变成 ZN 二正加二一负，请坐，请坐，恭喜你，已经跟你讲铜板是正极嘛，怎么还有一个 ZN 呢？抓个 ZN 呢 ？CU 二正，那负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。这是谁的？抽到负极他就会对。11，负极半反应。ZN， 然后。ZN 二正。你说。ZN 生成 ZN 二正加二一负。全反应。两个加起来全反应，两个加起来全反应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天黑了，世界末日了，快点！这个人叫做，有没有男生啊？为什么抽不到男生？我要抽男生，二分，28，逻辑全反应吗？对，不对，是半反应。请坐，全反应，全反应 ，OK。然后呢，质量增加还减少，颜色变深还变浅，浓度变大还变小，锌板质量如何？锌板质量增加还减少？3号，锌板质量，锌板质量减少。你坐，铜板质量，铜板质量，错！我刚跟你讲过，你不跟我说个一个增加一个减少是错的，你到时候知道了，你马上就知道了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一个增加那个就会减少，那是错的。22，但是这是几号？比例22，铜板质量，你坐。铜板质量是增加的，铜质量增加，浓度会变深、变大还变小，颜色会变深还变浅，锌离子浓度增加还是减少？锌离子浓度，12号，锌离子浓度增加。溶液的颜色变深还变浅，溶液颜色变深还变浅，然后浓度增加还会变浅，你也太厉害了。31，不变，请坐。为什么浓度增加颜色还不变？因为它无色，因为它无色。铜离子浓度增加还减少？铜离子的浓度增加还减少？减少。铜离子的浓度，6号，增加，减少，请坐。铜级的浓度是减少，然后颜色变色还变浅，颜色变色还变浅。变大还变小？这个人已经不在了。
抽他。三四二七。那就漏你了。啊？扁担。铜离子是蓝色的，蓝色变少，所以颜色会变淡。谁正极谁负极，正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，质量增加还减少，颜色变深还变浅，浓度变淡还变小。我告诉你过你要记会的事情，这是第一个部分的整理。其他注意事项叫做盐桥，盐桥要用什么东西来做？盐哎不错哦，但是我要问人。盐桥要用什么东西来做？应该找个男生女生，这是9号是吧？九号。啊，强电解质，请坐。应该是找男生对不对？没关系啊。啊，圆桥共用2个，我叫你背了。圆桥共用有2个，我叫你背的，哪2个共用？我有要你背 ，number 20，来，26号。26号。请坐，沟通电路，保持电中性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，岩桥里面有离子，它电也是有离子，正离子会去哪一极？负离子会去哪一极？正离子会去哪一极？负离子会去哪一极？还是要抽男生？为什么要抽男生？好，那就24不在。34了，爸，谢谢。30。啊！站站站站！站级。正离子去哪一级？负离子去哪一级？正离子。正离子去正级，负离子去负极。请坐。真的烦嘞。这就是第二个部分，我们说的其他注意事项，其他注意事项。就是你要晓得把所有该背的东西都重新再写一次给你看，你给我背好，你给我记好就对了。这就是我们有关于锌铜电池的整理的部分。OK。